邓氏是新界望族，聚居在新界多个村落。每年正月十二，下村邓氏会在邓氏宗前有公堂举行点灯仪式。灯同丁谐音，寓意向神明同祖先禀告村里面去年有男丁出世，新丁会得到村民权利同继承祖先产业。上午七点开始，去年添丁的村民陆续去到有公堂，为新丁登记资料，上香拜祖先同点灯。宗祠神台前殿，一盏盏油灯代表一个个新丁，将点着咗嘅灯盏放入纸扎花灯里面，象征添丁同继后香灯。吉时11:45举行开灯仪式，有公堂会按照新丁的辈分长幼，悬挂起三个大小不同的花灯。升灯之后会随即分烧珠，每位新丁获分一份，意味着正式成为宗族成员。